脖子痛。脖子痛。又是脖子痛。俺这喉咙又是被大拇指掐住了啊。被大拇指掐住了啊。掐住了一下，说话就不方便了。说话就不方便了。耳朵也被捂住了，耳朵也被捂住了啊。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啊，只要掐住人家的脖子不会说话，又要掐住耳朵这边不会听到一些内幕消息，很多消息不能让人们看到啊。这个时刻变形金刚更跟跟狠狠地打那些左派分子，打他们耳朵和喉咙啊，打他耳朵和喉咙啊，打他耳朵和喉咙啊，把人人平等这个不知丢哪里去了啊，狠狠打，狠狠打，狠狠打。狠狠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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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狠狠打啊！民主党，还在继续蛮护着啊，要监听别人啊，让人家不敢说话，让人家不敢说话，也让人家听不到，所以必须要狠狠打。狠狠的，把这场子，打碎掉，打垮掉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